我们要隆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主题刚才说了，就是代表青春，每一位歌手出来都会有一首代表他们的青春的歌。哦，哎，每个人说说代表你心中青春的歌是什么？我说实话啊，代表我青春的歌真的是范晓萱，因为小的时候就是足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而且我的内心当中对青春有一个定义，就是青春是 young， 青春是 cool， 青春是 everybody feel so good。 哇，一看就是干直播的，然后不是啊，我们的这个歌手已经等不及了。哦，真的这么快？好，那我们就不要在乎我们的青春了，我们来欢迎他们的青春。